Welcome to our channel. Today we learn lesson 6. I'm Wang Fangfang. 我叫王方方。我爸爸是经理，他很忙。我妈妈是家庭主妇。她很漂亮，她有很多漂亮的衣服。我没有哥哥，有一个姐姐。我姐姐有男朋友，她喜欢约会。我没有男朋友，我喜欢上网。漂亮，漂亮，有，有，多，多，衣服，衣服。没有，没有，哥哥，哥哥，姐姐，姐姐，男朋友。男朋友，约会，约会。